转翻云覆雨变幻，算不出谎言的流转，走不遍江中的塞北与江南。诗篇写不完千冬万世纠缠，数不尽百转千回循环，道不尽一生的荣耀与悲欢。有多想能永远，多年后天空放流都如海，共遇过随风散尽还复来，任命已化为尘埃，让世色铭记风采，千秋万代至尊，与帝齐体，供奉天地，至诚宗庙，武临天下。真是你父亲想进我们家，休想扶不上墙的烂泥巴。姐姐，为什么我不姓魏？因为我们的父亲不同啊，我们的父亲不在了。自父母亲一生为婢，已经没有指望。你的将来得靠你自己。母亲，故有翠星音，将任母舟，二代之龙，盖有内德。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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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孩子，母亲，还好你们都在，还好你们都在，还好你们都在。我害怕回来以后再也看不到你们了。母亲，母亲，怎么了？我听人说郑云不比寻常，我就请高赶回来，一路上看到很多塌方，已经死了不少人了。母亲说为了多赚几个钱就放着你们不离，你们万一有个好歹，母亲也不想活了。母亲不要这样，周夫子说活着就是好，笑着日子容易过。周夫子说富亦乐，贫亦乐，甜亦乐，苦亦乐，同苦同甘，安之乐之，齐家齐世，亲善至坚。母亲，Thank you.
延庆，现魏夫人恭谨谦让，仁德善良，不以显贵而自矜张扬，秉疏远之意，体河山之宜。弟弟，弟弟，现在要下雨了，你赶紧回家吧。是啊，要是你淋病了，你父亲会生气的。不，魏家的田，魏家人都要出力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心连心。他是我弟弟。威容招耀，德冠后庭。有司奏议，宜称辅祖，宜母照民。今立魏夫人为皇后，永终天禄。臣妾谢恩。皇后请起。御史大夫张欧，持节奉喜寿。向他们交代。端红哥哥，端红哥哥，姐姐姐姐，端红哥哥，端红哥哥，端红哥哥，祖父，祖父，端红哥哥，叫什么叫？再叫给我刹车！祖父，你们去哪里了？徒儿回来。先生，看相吧。叔叔，叔叔，干什么？你要看相吗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不如买双草鞋吧。哦，你以为你跟我出来帮我拿东西就可以讨便宜了，想让我给你买草鞋？休想！不是买给我的，是弟弟的鞋破了。叔叔，周夫子说
相士都只会说些好听的来骗人钱。先生，我就是不说好听的，也不收钱。不收钱？啊！我求求你，带自负走吧。一个相士的话，你怎么能信呢？那你说说我信谁？他是我的祸星，会破我大运，我不会带他走的。我求求你了。求什么求啊？你再多事，我只带青儿走，他才是我亲生子。我看你一个女人能养活几个孩子，你给我走开吧。求求你，求你不要这么狠心，他还是个孩子。这条鱼是给姐姐的，不过太小了，晚了要回去了，鞋补好了，来你试试。哦，姐姐好厉害，脚不会疼了，谢谢姐姐。不是死了，就要吃东西，吃饱了，有了力气，才有希望。叔叔，你还没死，就吃吧。你能吃就好了。夫子说，活着就是好。你醒过来了，快吃吧。夫子又说，笑着日子容易过，黑夜将近，必见晨光。
吓坏你了吧？不是，你把我母亲给我的蒸饼都吃了，我也饿。叔叔，叔叔，你没事吧？年纪小小的，倒是心善。你夫子还教了你什么？夫子还说，富亦乐，贫亦乐，甜亦乐，苦亦乐。是叔叔不对，你饿了。我想起我的家人，周夫子说过，心善之间，但什么事情也不用怕。我会的，我不怕，我一定能再见到我的家人。你赠我十两，我赠你六子。这六个字与你夫子所教的融会贯通，你将会一生受用。嗯，不争不是不争不显不漏。嗯，不争不显不漏。对。Thank you.
君侯，有何吩咐？你还问？我不是说叫你猎几只兔子，为本侯争争面子就算了吗？那些猛虎野猪是留给丞相太尉的，这些鹿是更不能碰。你小小马卢竟敢去追鹿？我是见你平时恭顺，才破格带你来狩猎，你反倒害我。为情知罪。好了，猎获也够了，这野外荒林杳无人烟，离队太久不妥，回去吧。撤。诺。丞相，皇上还是没有找到，再派一队人马到东边去找。诺。丞相，没有找到，再去找。诺。丞相，太尉，稍后太皇太后亲宴百官，若不见皇上，如何是好？韩大人是皇上的伴读，理应陪在皇上身边。为何皇上没回来，你却安立于此？韩言知罪。位高权重又如何？人头在项上才重要。皇上回来了！皇上回来了！皇上回来了！恭喜陛下得路而归！恭喜陛下得路而归！千秋万岁！敬谢行礼。起来吧。朕今日能猎鹿，群臣宴聚，更添气象了。陛下英勇过人，群臣服膺，何不借此气势推行新政？朕知道你们为朕好，可太皇太后爱好无为，定不会同意。陛下，太皇太后治国之道却曾固国守业，但时移世易，何况陛下已冠，理应亲政。臣恳请陛下批准臣等在早朝上所奏。臣恳请陛下朝事不再上奏东宫。太皇太后毕竟是朕的祖母，若处理不慎，恐怕……陛下若有军中无人，末将属下亲兵静听皇上差遣。这不等同逼宫吗？今日与太皇太后宴聚，此事容后再议。孙儿参见太皇太后。恭迎太皇太后。大家都平身吧。谢太皇太后。陛下圣安。彻儿，听说你去狩猎猎得鹿来，勇武超群，果然是高祖皇帝的好子孙呢。孙儿知道在狩猎之后祖母要宴请百官，特意猎来献与祖母。好，彻儿真是孝顺呢。这鹿肉就在稍后的宴席上与众卿共享吧。众卿都是皇帝的辅弼之臣，哀家带皇帝带来一物，欲诸位鉴赏。来人，呈上。诺。打开。陛下若有军中无人，末将属下亲兵静听皇上差遣。为臣者要谨言慎行，为君者更要分辨好坏真假，慎防奸佞小人。皇帝身边谗臣不少，祖母无法安心。现在为你清除了，皇帝从此携着猎鹿的威风，可以当个好皇帝了。太皇太后未经皇命，擅杀朝臣，置皇上于不仁，如此作为恐难做百姓及后宫之表率。皇上英明，勤政施恩，惠及臣民，敢问太皇太后
这奸佞小人之说从何而来啊？从何而来？赵婉、王臧，亏你们还说得出这些话！你们成群结党，离间皇上祖孙之情，怂恿皇上忤逆长辈，有违汉室以孝治天下之本意，你们不正是罪该万死的奸佞小人？太皇太后，赵婉、王臧二人并没有离间你们，不会是祖母误听谗言吧？哀家眼虽瞎，但心不瞎。皇帝向来笃行孝道，如今却当众治哀家眼瞎耳背，如此不敬，难道无人说白？赵婉、王臧只是一心为汉室立纲纪、倡教化。众卿，是哀家误听谗言，还是这二人离间祖孙感情？太皇太后，赵婉、王臧情急中不免有所激动，言辞间有所冲撞，可离间亲情却是无从说起啊。窦婴，你贵为丞相，又是哀家的宗亲侄子，替这二人说话，不会因为是你保荐他们便引恶偏私吧？母后，窦丞相难以不偏，但是平阳侯是太皇太后的孙女婿，又是皇上的姐夫，定能持平。曹石，赵婉、王臧可曾在朝堂上奏议，请朝氏不奏东宫？这确有此奏议。曹石，这是违逆孝道吗？说。太皇太后说是，就是微臣当时已经深以为忤，微臣也绝不妥。太皇太后，赵婉、王臧既有此奏，也只是提议，并没听说此二人太尉也曾举荐过吧？臣有此奏议也并无不当，若太皇太后要因此治臣重罪，臣甘愿领受，以表清心。臣愿与赵婉同领罪。朝政之事明日朝廷再议，稍后宴席。既然二人也已认罪，何须留待明日？来人，在，把这两个佞臣下狱待罪。诺。太皇太后，皇帝初承大统，料理朝事有待学习，即便列路而归，也不要逞一时之勇，时日尽银实可万众归心，哀家与百官共欢的席宴该已经准备好了吧？母后之命怎敢违抗，已经准备好了。诸位，祝哀家辅佐皇帝的贤亲就一步就宴吧，尽情吃喝尝鲜，别跟哀家拘礼。谢太皇太后。彻儿，你也要好好享用自己狩猎所得呀。素玉知道。我们官印虽被没收，但寿带仍在。这寿带是我俩一生荣辱所在，愿陛下收下。朕必定会当个名副其实、受仁义、尊礼教的好皇帝，不负二位恩师所教。以赵婉性命，让陛下看清朝中形势，值得。以王臧一命，换得陛下暂时安稳，再图新政，无悔。陛下，臣刚得到消息，赵大夫和王大人在狱中已经自尽身亡了。陛下请节哀。
臣也相当难过，可是夜宴之事，不知太皇太后到底服下多少兵马？臣曾想服侍陛下，一心向着陛下，臣不是怕死，臣只是想留着有用之身，将来可以好好的服侍陛下。你的心，朕怎会不明白？你看，这里空无一人。 朕的处境，朕清楚不过。算了，反正朕也累了，天下有太皇太后看着，朕乐得逍遥，何必自讨苦吃？走，陪朕骑马去。 他总算是识时务、知进退，但是要让他甘心当一个息事宁人的皇帝，却未必尽信。你继续留在皇帝身边，如若报训有功，必有重赏。谢窦太主提携，大长公主乃当今太皇太后所宠爱的女儿，又是当今皇后的亲生母亲，得皇上御赐太主封号。 无限尊荣，只要他日皇后诞下龙裔，母凭子贵，窦太主自然也。唉，他俩已成婚多年，娇儿仍无所出，叫我如何安心？窦太主请放心，小人不但为皇后娘娘四处搜罗了有助于生长的灵药，而且还找到了个理由游说皇太后，来年不为皇上裁选。 就让天下的美人无缘视帝吧。好，娇儿独得帝宠，龙裔指日可待。就让天下美人无缘视帝。 姐姐都做得这么潇洒，你才是上品呢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不跟姐姐说一声，还躲起来偷看。姐姐寄养偷眼，我哪敢打扰啊，所以只好偷看喽。<笑>那完了没？快帮忙。好。<笑>看来你这次长了不少见识啊。是啊，我还知道那些皇亲大官不好做。君侯从宫中出席夜宴回来之后。 一直唉声叹气，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呢。可是我们呀，什么都不敢多问，因为君侯一直说，有些事情呢还是不知道为好。你说当今朝廷啊，风云变幻，互有倾轧。一方面，姐姐希望你有所长进，有个远大前程；另一方面，又担心。不怕。 姐姐说的话我一直记着呢，谦和不显露。姐姐这么能干，却安之乐之的在这藏书阁打扫，为的不就是让我能多读出认字吗？放心吧，我一定会上进，不辜负姐姐的苦心。那就好。对了，过两天是哥哥姐姐回来祭祀母亲的日子，我们一家人又可以团聚了。你去跟常总管告假，去买点东西吧。 公子，看看我的货吧，都很不错的。你选的这把梳子送给女孩最合用了。祖母，太后哥哥，不管你到哪里，我都会找到你。 请问附近可有一家姓魏的？姓魏的？不认识。哦，前面那家酒舍啊，
是最早在这儿做买卖的，要不你去问问他们。多谢兄台。挑好一点的吧，母亲生前没喝过什么好酒，祭祀那天就给她奉上三杯。好。这个好。嗯，就它了。就这个吧。好好，给您的酒。姐姐，你怎么样？哦，没事。走吧。没伤着吧？没有。段兄弟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段兄弟，哎，你要找的人我已经找到了。你不是说回京之后想见见窦丞相吗？来来来，前面走，走，走吧，走吧。是开烟的马车，还有金丸，金丸，给我耍一场猴戏吧。贱人，又贪又怕死，来呀！姐姐，好玩好玩，有气有气，小心！没事吧？抓住他！给我抓住他！杀！抓住他！别让他跑了！追！追！追！给我追！站住！站住！快追！你往那边跑，快！往那边追！别跑！人呢？人呢？你撤军了，我们去这边。别挡着，走开！去那边搜，给我四处搜捕。到。没藏到，查看。打扰三位，求借地方一避。姑娘要向我等求助，又认为谁可以救你啊？伊犁。上座者为主，见侍与扶琴先生为客。虽然只比大人身衣素朴，但腰系盘囊、剑钩，乃朝臣常用之物，请大人借地方一避。好一个心思缜密、知书识礼的姑娘。官爷，您不能进，这里边可是贵客。我管你什么贵客，我是受韩大人吩咐抓人的。姑娘要我等相救，可我为何要救一个不相干的小丫头？而得罪权贵呢？大丈夫以仗义为荣，助纣为耻。三位大人，不是命官就是世人。见弱女子危在旦夕，不想救，不敢救，一句话，有何颜面立足于天地之间？好，在这儿抓住他。好，老夫也来助兴。刀又弹琴，吵得我都不知道该写什么了。你距窦丞相在此，谁敢动手？窦丞相，小人冒犯了，请恕罪。就是，这不就耳根清净了？你这个丞相，果然没白当。不知我这位朋友所犯何事啊？窦丞相的朋友哪会犯事？
只是刚才他跟一个商人的凶徒在一起，所以想来请问凶徒的去向。他不知道这位凶徒，你们请回吧。诺。民女谢丞相与两位侠士相助。姑娘，要怎么谢我们呢？我。这样吧，丞相将离长安，想将这天下情势、民生民情疏与挚友，却想不出来。你既是布衣民女，不如由你题字，以作回报。妙极。民女不敢，笔墨浅薄，怕无绢帛。姑娘，淡写无妨。今晚就差没把寒烟二字写上去。关老弟，这六个字远不止于寒烟呐。说尽了权贵欺民的霸道，黎民无奈的凄凉。谢丞相与两位侠士夸奖，恕民女先行告退。三位的大恩，来日定当报答。飞过山。